是想办法让更多人知道创世基金会这个东西，然后可以有更多人去帮助植物人，因为他们 Alan 跟着亲自去看到他们嘛，真的知道他们需要很多的人的帮忙。那关于你自己的事呢？我自己的事就是年底会发片。我们也蛮在乎你自己的事情。年底会发片。年底会发片，请大家支持好不好？在各大那个。各大的。唱片行。可以一定可以买到一些。我还问了一个白痴问题。然后。不起。对，然后差不多这样。然后接下来也这个月可以看到一个蛮可爱的广告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。好啊，好啊，有新作品一定要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支持，好不好？好。OK 哦，那可以听你唱歌吗？可以。然后今天我感冒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屁吹还是什么的话，这样。Alan， 谢谢。这样唱这首《恋爱演习》给大家听。掌声鼓励 Alan。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。上了空灯，看你上了公车，沿路守护着你，直到飞机安全降落。站在二岗出口，等着你发现我。我们擦肩而过，心跳忽然停止跳动。没有任何靠近你的理由，只好大声对你说。发挥你的爱心，不管多少钱都好，都可以帮助到他们的，谢谢。谢谢。没有任何。